啊，我们现场看到还有一位这个兔子朋友，呼吸，呼吸会被叫好了啦，这又是谁啦？这边还有个奇怪的人啊，这个我们先请他离开好吗？这个面色很凝重啊，现场怎么回事啊？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啊？全部都开始摇起来嘞，是不会玩，这个角色不强，但是对面想玩，所以我把他拿走了。压力真的很大，我真的想跟队友说，我到底要打几个？你有吓到吗？那个时候？怎么敢的？那个 ICU 跟 JJ 他们就说什么，别人都叫我们这群玩家什么春日部防卫队，什么风间小白、正男、阿呆什么的，定义好像就是小白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是狗。生きることが楽になるの。我今天玩不了游戏了，再见了各位。言わないでよ。我验证码打不了哎。